金刚鹦鹉眼神犀利，亮丽的蓝黄配色颇有明星架势。动物园穿山甲馆里，两只黄腹蓝琉璃金刚鹦鹉感情好的相互理毛，但它们可是出了名的无敌破坏王。 看看保育员精心布置玩具，才刚系上金刚鹦鹉，见猎欣喜，立刻叼起来，就连坚硬的竹片也不放过，通通被咬碎。地面上全是碎屑，聪明的它们老是把玩具当成肢解的谜题。自然的漆木啊，或者是麻绳，或者是一些行为丰富化的玩具，其实它们都可能在大概一两个礼拜内，它们就可以找到一些破解的方式。别看金刚鹦鹉看似文静，其实鸣叫声非常的大，破坏力强，需要悉心照顾，寿命可能可以 到50岁，得不到饲主的一个关爱，所以比较容易有一些过度离语啊，或是拔毛这种自残的行为。虽然可以透过训练跟饲主更亲近，不过如果真的爱它，就必须熟悉它的捣蛋个性，可别老嫌它顽皮，轻易弃养。记者陈雄麦、曹嘉仁台北采访报道。